与星系的大体融为一体的各种现代艺术。在星系大规模的现代艺术盛典有两个，其舞台位于依下大雪而闻名的山区，还有县政府所在地。在十日町和津南町的月后七有地区举行的大地艺术节，这是世界最大规模的现代艺术节，每三年举行一次。作品由月后七有地区的山林、旧校舍和空房子融为一体，是世界各国艺术家从月后七有地区的自然和人们的生活中获得灵感而创造出来的。另外，当地居民和从各国各地汇集一堂年轻志工，齐心协力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在这里能够欣赏到古老的梯田、大自然，品尝到月后七有的极品美食，还可以进行奢侈的艺术鉴赏。以新系市整个地区为舞台举办的水土艺术节，每三年举办一次。被日本海和两条大河环绕的新系市，艺术节以水土共存的生活为主题，每次都有世界各国的艺术家创作的各式各样作品登场。这是一个能透过和城区大体融为一体的艺术来了解星系文化及历史的艺术节。举办时间是从夏天到秋天的大约三个月，期间还可以参加研究会品尝星系的美食。